2017年6月份，足协再一次出台了 2.0 新政，从下赛季开始，上多少个外援就得跟着上多少个 U23 球员，同时对亏损俱乐部征收引援税、税额与转会费相等。虽然足协表明现在只是在征求意见，但以足协的决心，下赛季这两条新政实施的概率非常的大。对此，四位世界级主帅直接或间接地谈到了对足协新政的看法。一、斯科拉里，世界杯冠军教头，谈及足协新政，斯科拉里认为不太合理。老爷子认为，如果上三个外援，就要上三个 U23 球员，那么比赛还没开始之前，已经有六个位置被预定好了，留给主教练调整的战术空间就非常小了。而且买五个外援只能上三个，这样会导致有三个外援累得半死，有两个外援无球可踢，这显然是不合理的。二、卡佩罗，欧冠冠军教头，虽然卡佩罗没有直接谈到对新政的看法，但是他谈到了对年轻球员的看法。在皇马的第一个赛季，我提拔了劳尔、古蒂、西多夫，他们当时才20岁。在担任英格兰国家队主教练的时候，我提拔了10个 U20 球员，只要你足够优秀，我就会给你上场机会，这与年龄无关。从卡佩罗这番话，我们不难看出，他对足协强制推行 U23 新政肯定是持反对意见的。三、博阿斯，波尔图三冠王教头，在足协新政 1.0 版本出台的时候，博阿斯曾明确提出了反对意见。我对足协的新政表示遗憾，我理解足协想培养年轻球员，但拔苗助长不是一件好事情。如今足协又出台了更加劲爆的 2.0 版本，博阿斯内心的苦闷可想而知了。四、卡纳瓦罗，中甲冠军教头，天健权健主教练卡纳瓦罗明确了表达了对足协新政的不满。第一，足协新政不应该在中超首先实施，而应该先去低级别的联赛实验，否则会让中国顶级联赛沦为足球学校，这可能导致中超流失了大批的球迷。第二，球迷有权利看到世界大牌在中超踢球，这个权利足协不能剥夺。第三，足协的新政导致了俱乐部的实力严重下滑，这必定会影响到中超各队在亚冠的成绩。